男子喝了醉醺醺，沿途咆哮，彪骂三字经，警方到场喷洒辣椒水压制。来，请你配合。 蹲下，蹲下来！嫌犯被辣椒水喷得满脸都是，捂着脸乖乖趴下。但他不断碎碎念，警方也没再客气，把人上铐送医。趴下！来来来，趴下！撤走！撤走！跳起来！跳起来！晚上8点多，新北市板桥巷弄内，这名男子失控在房间内砸破玻璃，房东听到声音外出查看，嫌犯随后走到一楼跟他隔空对骂，还丢纸酒瓶攻击。双方在马路争执，惊动附近邻居。就是一喝酒还是什么事情，他就搞。 乱，他又开始把那个玻璃敲了，他跟警察说那个第二间的有在吸毒，我有在吸毒。原来44岁邱姓男子是一名铁工，去年10月以月租7500元承租套房，但房东指控对方没缴房租，还酒后骚扰住户，砸破椅子、玻璃，气得提高回损。担心是大家会担心的，大家都很会吓到了。他要喝酒，只要喝酒就开始砸东西。保姆还是会怕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出门，我们遇到。 陌生人还怎样？我们还是尽量会避免。男子闹事地点距离附近国中只有短短100公尺，要是学生遇上对方，恐怕会有安全疑虑。房东无奈，只希望对方能尽速搬离。记者黄天耀、吕雨欣采访报道。